你没看错，这是一条回馈粉丝的视频。中改房车第二波年终团购今天正式开始，此次参与团购的车型相比第一次更加丰富，除了2023年销冠车型中改心动 B520， 还增加了福顺 B 型和 T 型两款。心动 B520 标配版除了配置齐全，团购价格也是空前优惠，直接一口价27.8万，还能选择四座或六座布局。同样有四座和六座可选的还有福顺 B 型款，这也是真正的亲民房车，标配团购价直接低至22.68万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在第一次团购没有抢到名额的车友朋友，这次千万别错过啦。最后是这台福顺 T 型车，这也是我们中凯刚下线的一款车型，前二后三五座布局，固定的卫生间，超大的室内厨房和宽敞的后横床，这边还隐藏着一个升降吊床，车外遮阳棚，柴油抽拉灶，还有贯通式的储物间，一家人出行选它准没错。而且团购价格也相当给力，直接29.8万，标配小七开回家。除了价格福利，凡是1月15号至2月5号购车的朋友，还能参与砸金蛋活动，您最高8888的礼品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年底想用车的朋友赶紧出手吧，团购名额真的不多。